接下来有请第三组，主考核队长罗志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你们最常看的电影一定是喜剧，那喜剧你们选择的人一定是谁？是不是周星驰呢？周星驰的经典戏非常的多，待会你们可以看到里面所有周星驰集结的所有他的精彩的片段都在接下来这个舞蹈里面。哈哈哈哈，勇敢的跳下去吧，秀气。鸭子，鸭子，你能把胡子刮一刮？来，准备好。这要干嘛呀？这个？节目组给了我两个这个，就让我演了啊！私下要分组了，知道这个赛制了以后，没人选我跟鸭哥，我俩四位一组。我觉得我跟彤彤非常搭，他的张力和我的那一个张力的在一起，我觉得是天衣无缝的。所以我想把我们真正的这种个性展示出来，那我就想到包租婆。周星驰的这种感觉，我就很适合我们。小李功夫好啊！我们怎么样把桥段当中很好的片段拿出来，然后改造成我们的舞蹈的形式去表现，这是最难的。老师也给我们一些意见。啊，停一下，你们不要做太快，这节奏一定要慢，慢最好笑。你抬脚也是要慢。我是金刚腿，对，没有错。哦，再次，小林功夫好哎，真的好，小林功夫棒啊，把我拉起来，然后，我是金刚腿，棒棒棒，对，你要看他才会，然后棒棒棒棒，然后很得意，我是铁托功棒，你不要，因为你两个表情都是这样，就那个层次不清楚了，你知道吗？那我跌头功，那 bang 才这样出去，啊！再一次，我这不是在教舞蹈，是在教演戏的。我天哪！我觉得戏文科这一组，他的戏份好玩，会比较讨喜。Let's go！少林功夫好啊，真的好。少林功夫棒，真的棒。我是金刚腿，金刚腿，他是铁头功。哇好！你们这些混蛋，这里有防守也不教，哼！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打你。1, 2, 3。难道我学过如来神掌也要说给你听吗？想学啊你，我教你啊。嗯。Times like all you want.
在场的126位评审，请你们投票。Everybody， 举起你们双手，拿出你们的毛巾丢下来。来吧 ，Let's go！ 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作品？因为我们两个不是属于长得高高的、帅帅的、美的，但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爬楼梯团队，除了修楼梯不是爬楼梯。哦，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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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老是爬楼梯，那爬去哪里啊？我记得越爬越高嘛，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除了奶球和袋鼠其实是隐藏的这种很逗逼的两个兄妹，嗯，妇女。哎，我还挺喜欢他们的这个表现。我是觉得好开心，特别开心。然后我觉得两个人好会演。不，你老婆现在看你这样，我估计她也挺头痛的。我这其实我担心，因为我怕除了有腿毛啊、黑指甲啊，然后我女儿看到万一。就觉得，哎，这个爸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对，然后以后儿子看到了之后，他也觉得，哇，爸爸你怎么演一个女孩子？我还是有担心。不过我觉得为了快乐吧。涛哥呢？你觉得？哎呀，哇，特别有创意，不错啊。这彤彤就挺不一样，你看在海选的时候。因为彤彤给人的感觉很像学校的主任，你知道吗？对，不像是跳舞的，但是真正一跳起舞来，你不觉得很像学校主任吗？你去考试的时候没看到这样的脸吗？发考卷啦，准备考试啦。啊，那种超像的啊。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配合得很好，你们用很多的口白，用很多的音乐去做一些搭配，而且加上你们这一次的舞蹈的难度是加倍速度，去做很多 locking 的一些动作。虽然我都知道你们接下来要干嘛，但是我还是会笑。代表你们今天已经成功了，因为我很少被逗笑，但这个舞台毕竟是很残酷的，所以我要选择的是，首先我很肯定我自己的实力，我们两个各有特点，选谁我觉得都是对的。我也已经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我也祈祷希望可以保佑我能够留下来。千玺，你会怎么选？我前面酝酿的超好了，你给我来一个千玺哥，他们阻止不了我的决定了。好，那涛你会怎么选？那涛哥你觉得呢？谢文科，你会选谢文科留下来？对。千玺哥呢？我会选彤彤。你喜欢彤彤，彤彤留下来。韩队长是，你说鸭子他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一个舞者，他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和对舞蹈的一些编排的构思啊等等，就包括彤彤也是，他会给别人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快乐，对，就很难去抉择。那你的决定？我的决定来了，彤彤，我希望在以后的路你可以越闯越坚强。谢文科，我希望你在这个舞台继续的把你的创意持续的散发出来。我留谢文科。大声告诉大家你的名字是。大家好，我是彤彤。最后我想最后一点点，就是别，我以包租婆的身份，我想亲一个我们的周星驰彤彤。其实我懂罗志祥，他就是没有选鸭哥留下来。每个团队都要有一个领头人，接下来不能没有像鸭哥这样的人。我猜不到你要干嘛。哦吼！我有看到锅底有料哎。没有什么不甘心的，其实就是感恩。我妈每天都提醒我，你要感谢所有人，让我认识了这么多朋友，也是我一个很棒的一个经历。谢文科，我希望他能够在这个节目可以达到更好的那个磨练，然后更好的成绩。
不管谁留下都要带着这份心走到最后拿到冠军。恭喜谢文科晋级全国十二强。